欠你的钱哦，我会去做工赚来还你啦。你敢知恁阿爸欠我偌济钱？20万呢？你要踮庄仔窑做偌久，才有法度赚20万给我？那你别位啊，要赚20万是真困难啊！啊，若伫个我较爱的美玲做，要赚20万是足简单的。你生做这么水吼，还佫这么巧，你若乖乖听我的话，踮我家好我上班，免几年哦，你就让我赚的足多哦。这是我今仔日领的工资，先还你啦。拜托你莫骗我，我袂做酒家女，我袂做酒家女啦。你要创啥？老爹娘，你哦实在讲袂春车呢，又搁是这样讲，够好。好是。哎，让我出去啦！啊，让我出去啦！哎，让我出去啦！爸爸，我是你的亲生查某囝啦。淑清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我哪会这暗还袂转来？囡仔对我遐尼啊好咧啊，问我我食饱未啊？咱小舅哦，唔知发生什么代志袂，我哪会这暗还袂倒来？你替我走一撮，去床仔又看卖咧，好无？哦，原来你就是有代事要拜托我，所以对我遐尼啊好咧。哎，怪你啊！咱翁仔某若做甲安尼哦，我甲你安尼作嫌弃咧。大妹，你要倒？来庄仔又找咱淑珍啊。好啊，你免去啦，遐济啦。凭你这个心命，你有才调去庄仔又哦？你放心啦，淑珍啊来回来哦，伊就会回来。啊！若袂转来哦，你去安那找都找无啦！你讲这句什么意思？你敢嘛敢讲咱查囝去庄仔游去做粗重的工作足可怜？我嘛是这样讲。伊个咧，每日做这个大人搬细的搬摊的钱哦，都付你食药靠医生看。啊！无是要安怎？我规日死死的啦！好啊！你妈呢？哦，动不动哦，就要哭啦，要死啦！哎，即摆在讲代志呢，拜托哦，你莫哭会用的未？你做老爸哪有责任哦？我母仔囝都免这歹命啦！你敢讲这话？你别乱！好了好了好了，莫跟你计较啦。我坦白跟你讲，我替咱淑珍啊吼，找到一个真好的头路。我无相信，无相信，讲你有才调甲淑珍找什么好头路？嫁钱用免烦恼，有钱哪开什么好头路？无你啥的？淑珍，你敢带伊倒？你敢带倒来？这边啊，哦，想袂到我咧要死要死，搁这么有气力啊！我坦白甲你讲，只要你顾紧咱淑珍啊吼，去酒家上班，我就先带你去甲淑珍啊见。你若无吼，你一世人永远袂当看到淑珍啊啦！你这不吃啦！你这死人，你这死人啊！我做这个你命，我死都跟你命！哎呀，阿娘啊！
我意思是讲哦，迄个庄阿友哦，规气予潘源啊去换啦，啊，你着规身去占酒家，安尼毋是真好，嗯？伊无食着汤换啦。啥也无在调，啊，等潘源啊换吼，佫较安怎样嘛比阿好个较好啊。庄阿友个工课哦，无遐尼简单啦，我讲伊无在调啦。迄工课足简单个啦，我个人无在调烦恼，上届无我做老师个人个。你做老师是咧外行。 我讲你无才调啦，家己心里面也小弟者啦，阿爸。我感觉吼，你也点点啦，你做小弟的人，啊，你敢有做准你大兄？你敢做到？我来讲哦，你伫咧咱这厝内吼，你是还无迄个资格通好出主意哦，你莫开嘴害嘴，拢要甲恁大兄他妈咧做对啊。像我，你有啥物话你讲？其实。 我嘛赞成黄兄管庄阿友啦。你本来就不应该反对的。我反对啦。无你是咧反对啥？啊？你毋通袂记呢？你当当时吼，若毋是我对阮后头厝陆港架借一个嫁妆来甲恁陈家，恁敢有栽条头去庄阿友？佫再讲啊！ 若毋是讲我有这个富贵命哦，来顶着恁陈家哦，恁今仔敢有通安尼？当时若毋是我吼，恁今仔日陈家呢？我来讲啦，庄阿友毋是足轻松的代志，伊着常常去做伊的先生徒啊，何必着去惹这个家？好啦，伊若真是爱做哦，我会叫发票哦，伊交予伊啦。到时哦，艰苦你着莫喊。 恁大兄哦，是咧孝顺咧庄阿友财产，啊！你敢看无成啊？啊！你还阁替伊讲话，阿花若分财产的时阵哦，吃亏是你。啊！切头听你坐，你是头几多位去啊？大伯了，我趁钱独立啦，我袂甲阿兄计较财产。你真是安尼想？所以后你莫为着财产问题，甲阿兄为难啊！恁老母给我给我。 当时吼，恁阿公是贪着恁老母因厝的嫁妆，才予我娶一个某大姐。恁老母讲了无毋对，咱陈家的兄啊，拢全是因弟。当年我若有你的志气啦，叫恁阿公哦，莫接受因厝的嫁妆，我也袂伫后壁，予人批评讲我是咧行某。行某大丈夫啊！伊安那会等过一摆哦？我感觉哦，要拍某迟到。 恁女朋友结婚也无甲你做认证啊？我无招伊来啊。是安怎？冤家心啦？甲女朋友冤家哦，莫怪你心情歹。安尼啦，伊也毋甲恁老爸出来外面流浪，家己阿只心肝头只忧愁啦。要去倒啊？莫问啦，对我来去倒吼。 是不是爱离开厝的？卡面的代志若别讲，牵连到厝内面的人，袂，伊应该袂。老师已经给喊你告上，伊应该袂甲我惊出来。没问题啦，没辛苦啦。哎，秋啊，家己管饼行者。嗯，吉王饼，嗨，我敬你。啊，来来来来。 英勇出少年啦，笑啊！你底吼选计算，你拄仔转来甲我斗相共，学习一寡经验吼，啊，我想煞介绍一寡政治界朋友甲你熟识，对你的将来吼，一定有真大的帮忙。歹势吼，我对政治无兴趣。溜溜溜，来来来，停着停着。哎，先生，几碗饼啊？太侪歹势，啊，都有代志想万来啦。啊，是啦是啦是啦。换三杯，换三杯。啊，万来换三杯。哦。 嗯，来来，哇，要吹打，听见没？嗯，啊，点个济啦，哇，嗯，先生，我姐姐，啊，这是，哦，这是我细汉后生啦，啊，你暑假倒转啊，我带伊出来见一下世面的，哦。
你讲你一个后生咧读台大法律系，都是伊哦。嗯。哦，高材生呢？哦，久仰久仰，来来，我敬你一个。嘿嘿。哦，您最近有看报纸无？讲一个教授吼，去警局抓去呢。听讲一个台大足出名的教授，会判乱罪呢。二万八，你看这个案件吼，有确实无？别错，这种代志吼，卖踮咧公共场所来讨论啦。啊，若无哦，半暝你若失踪去吼，啊，阮都无底找哦，对不对？来来，饮酒啦，饮酒啦，哎呀，无聊啊。多多多多，对对对，来来，饮酒，来来来，饮酒。还是吼，妹妹，就看对面郭菩萨的关系啦。好吧，我出去行行。安那通安尼，啊无，干干老，干老啦。哎，小蛋姐嘛，笑人嘞。歹势歹势，哎呀，囡仔人唔捌世事，来来来，我敬你，我敬。啊。我参一下。好啊，来 ，OK。来来来。先生，你敢这个人？先生，我拜托你啦，你紧叫我出去。你敢管你家遐？伊要逼我做酒家女啦。爱搞怪点子，先生，我拜托你，紧叫我出去啦！行啦，走去啊，应该别个进来啊。你即摆要去倒？我要紧回来厝的啦，阮阿母哦，一定足烦恼我。别用急啦，酒家保镖即摆一定走去恁厝找你。那安尼，我无所在通去啊呢。安尼啦，无你先来阮厝边，再去做拍算。来听啦！阿元啊，好，叫阮秋河入来啊！你讲要饮烧酒哦，饮无欢喜啦，唔当倒外面哦，当倒水啦。好，我知啦。阿元啊，去叫陈公主吼，讲进啥物找伊啦。是啊。讲，还款烧钱哦，等你当讲，等你阿母顾着。我知我知，进去。好，你敬上来。你若出去了，唔使通食啊，饮三杯，饮三杯。啊，你饮三杯，饮三杯。来来来，无啊，阮秋云也无入来啦。哎呀，进上，啊恁囝哦，讲真敖读书啦，啊搁生到这缘投，哦，真敖吼。你想，当然嘛敖，啊有即款老爸同款囝，来，饮一杯，饮一杯，来来来。坐啊！这是恁家哦。是啊。啊，庄阿姨的头家是？是阮阿爸，你有熟悉阮阿爸？少年头家，我是恁庄阿姨的工人啊，多谢你救我。但是才拄我好啦，拄将阮阿爸嘛伫美玲桌遐啉烧酒，
伊甲酒驾头家娘阁真熟，早若知影，我甲伊讲就好啊，代志就解决啦。也无安尼啦，你暂时等阮家，等阮阿爸回来，我再甲伊讲你的代志。我只不过是怎啊摇的工人尔，伊敢有可能替我出面？少年头家，真多谢你啦！我看我还是来走好啊。稍等下，你先别走啊。就算讲阮阿爸伊唔肯出面，我嘛替你想办法，请你相信我。这是我的房间啦，啊，你当遮莫出去，因为小妹有阮厝的人知影较好啦。啊，我会甲阮阿爸参详，问个意思，看卖啊，咱来决定续来要安怎做。多谢。安怎？你咧担心恁阿母先？安尼啦，无我先来恁厝看卖啊，甲恁阿母讲你即摆真平安。安尼敢袂少危险的？我会说你啦，啊，恁家住伫倒？你药也免抓啦，阮小姐也袂转来啊。啊，你嘛免等啦！恁查某囝真友好啦，只要你去一只吼，伊一定会转来啦。阮查某囝是真巧，伊知影你会搁转来抓伊，伊袂搁倒转来。啊，你嘛免戆戆啊等，欠你的钱的人，你就去甲抓来剥皮堵笑啊！阮查某囝有这款老爸，已经有够可怜啦，好心的啦，帮阮母仔囝煞好无？无用的啦。对了，这药啊要抓几分？七分啦。七分啦，差不多啊。马上修啊，等过了你我再来嘛吼。少年，我看你做人都袂歹，啊你哪会做老毛？哎，我是保镖，唔是老毛嘞。我毋是共款，啊！你住倒位？恁老爸老母一定真烦恼哩吼。应该是真孝顺世代啦，吼。好啊，你出来较紧，你莫想迄一步吼，甲我洗脑啦。我甲你讲啦，恁查某囝若无转来就算啦，若转来吼，我一定抓转去啦。我甲你讲哦，你食你药啊，出来较紧啦，莫加讲话啊。我煞想看卖者。那照这个门看起来哦，对外口站台无唔对，一定有人在救。我大约知影是甚物人啊？敢是因的老爸强世昌？伊才无迄个胆，是晋长伊后生手好啊啦。哦，莫怪，莫怪晋长要倒去的时阵找无人，安尼一定是伊的。晋长伫我这吼是大客户啦，啊伊关系好，人面搁看，伊若要插手吼，我惊会得死伊啦。安尼这件代志吼，捂起来都未收煞。嗯，那安拢总你有咧欠啊细种偌济钱？五万啊！哈，一个查某囝才卖你五万块？伊要爱二十万啦，啊我哪有可能做一摆拢互冒去？即摆人若找无吼，我要联合伊付五万块，叫伊拢吐出来还我。嗯，啊是你人家己顾无好，叫走去的呢？我才唔管遐济。非得哦，因查某囝若无来这甲我上班哦，我都唔甘愿。办法是有啦，也毋过我毋敢得罪晋长啊。晋长叫我找这大弟弟哦，伊要去工厂啊。我得罪伊，若去互知哦，我这中人钱煞免赚。我会保守秘密啦，来来来，有啥物办法咯？你讲我听看卖。哎呀，晋长上惊啥物人？惊伊某啊！你同人拢嘛知。安尼就对啊啦，来来。囡仔，你个要炸无？甲恁老爸小讲过啊，你真嘛是个。老家。嗯，安内查好声。李少，来来来来。
啊，你唔是迄个新来的？啊？嘿嘿，你个是做起来呢？心酸。